OK， 各位，欢迎来到我们的破处特工队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前往这个李洞山庄探险了。在我身旁这个人呢，叫做李若愁。各位可以叫我小帅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那我们左边这条路呢，看起来非常的文明。那右边这条路呢，就是我们要前往李洞山庄的这条路。OK， 那各位呢，就跟着我的频道，我们一起去破处。我们现在在路上，我们要去干嘛？探险。好，我们要去探险。我们要实际的走访李洞山庄这个咒的拍摄场地，好不好？今天呢，去了湾出来边当有那个祭拜仪式的，说要有这个童子尿。我靠，这个路是想怎么样？来来来来来，拿出我们的。哎呦喂！哦，是磨到吗？不是，是沙子。沙子哈？你压的。磨到了。真的吗？他直接干到底盘，超大声啊！够哦！完了，我觉得你，哎，前面那什么东西啊？那是什么洞洞？那是山村老妖吗？这个？这是什么？这什么东西啊？哎，你看他表情，你看他表情，快点拍他表情，拍他表情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啊，我知道了啦，这个要钱的啦。哎、欸，来来啦 ，take it 啦 ，take it 啦。好可怕哦！啊，阿麦差啦，去旁边，去旁边。哎、欸，他在追我们呢！我操！我靠！他跑得比车还要快！哎呦！什么东西啊？拿到东西了耶！是什么？这是什么鬼啊？我靠！这是放什么鬼东西？这个可能是山妖啊！哇，山妖会居然被我们遇到哎！哦，好可怕哦！他怎么长这样啊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若丑，你怎么了？若丑，你在笑什么？你怎么了？为什么？你怎么？你现在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啊，长太丑的问题啊！遇到丑男，女生都会这样子。是在干是不是？吼吼如雨去追舞吧，吼吼如雨去追舞吧，吼吼如雨去追。你叫什么名啊？我叫干你娘。OK。李洞山庄呢，他其实之前一任的庄主啊，他自己呢打造了这一个李洞山庄。这一段路算是一个登山客很喜欢来的地方。登山客。对，所以说呢，他盖这个李洞山庄就是提供这些登山客有一个休息，有一个可以住宿的地方。那其实这个山庄呢，并不是说像电影演的这样子，这边就是一个邪教聚集的地方，并不是哦。冲啊啦！哎、欸，我有付钱哦，他妈的不要乱喷！你知道什么叫做小便都会吸人吗？你还没有打我跟你讲，小朋友，看他没有洗手，他没有洗手，他没有洗手。这是道具哦，他有磕，还让他化掉了。他那个是道具吧？哦。他可能是第一个道具上去，有啊，对啊，你看，阿东是掉在那边吗？啊，他们住宿、他们睡觉的那一间是在哪里？这个上面啊，这一间啊，这一间啊，对啊，他们那时候拍摄应该是住这一间，然后顺便帮爬出来，对，自己偷看，我就克制，好想大便，
小女孩那个仓库啊，里面养那个蟾蜍、养赖青蛙，是不是这一个？不能去的步道，它那个不能去的山洞是不是不在这个点，对不对？对，在什么？接到这里就结束了。什么金山哦？哦，那时候那个他们那个队伍这样上来的时候，就是躲在这里。那队抬那个妹妹的时候。对，躲在这个石头。你给我下面点啊！不要问啊，这个就是庄主自己养的羊。结果在电影中被拍成贡品。反正呢，我们刚在里洞山庄嘛，对不对？就是走的拍摄场地，距离这个点我们刚走了538公尺，等一下呢还有904公尺，等于说这一趟路大概有1400多公尺哦。我们真的是远离了城市的喧嚣，我们这已经不知道翻了几座山才到这边来了。好想喝手摇哦。好啦，我勉强摇给你啦。可以请你精辟的分析一下为什么我交不到女朋友？你又丑又笨。不是，我觉得你第一句话就讲错了啊。颜值的部分我对自己是充满了信心，不信的。你这里有问题。我会打喷嚏了，我学到一招了。这样对吗？你不是这样吗？不要问啦，吓到我了，吓到我了。有病，真的有病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这里快2000公尺哎，我疯了我。我们刚刚从这个里洞山庄沿着蓝色的线。然后它蓝色是捷径，红色是新盖的路，就是比较平坦的。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了，上面呢就是里洞山谷吧，好吧？大家来住这个里洞山中，绝大部分呢都是为了来这边登山。哦，还真的。哦，大家就在这边聚餐日。里洞山，1914公尺。里洞山古堡啊，它其实以前日治时期的时候，那个日本的军队可能就受到泰雅族的勇士的攻击，所以说呢，他们为了控制这个山头，就在这边盖了一个里洞山古堡，来抵御这个我们台湾泰雅族原住民的攻击。那这边像这种应该就是枪塔吧，架枪的。那其实原本这边是一栋大建筑物，它只是说那个建筑物已经不见了。对，年久失修荒废了。OK 啊，我们成就已经达成了，可以准备下山了。还是我们在这边享受一下云雾环绕的感觉？不需要，大家都在吃东西，就只有我们站在这里不知道干什么，然后什么都没有，连水都没有，就一个拱门而已。你们看这个人，在骗我爬山啊。北北这边可以买东西吗？可是没有开。哎哎，那个北北，北北要拿钥匙。可以了，有了，哇，好酷！哦，这是自己投币，哇，它饮料泡面跟罐头，哇，良心投币箱哎，这个是真的耶，凉凉的，还有啤酒，贝贝，钱直接放进去哈，对，好 ，OK， 可以，噔，哇，好酷哦，原来这边还有这个，贝贝啊，你是这边的管理员吗？可以这样说，可以这样说。当初这边在拍那个电影的时候，你有在这边吗？对啊，啊不就很多人？有啊，春节要拍了他们。我们今天也算是一个很棒的体验啊，对，难得国片这样子拍得这么好。对啊，我真的是很喜欢啊，所以我才会大老远跑上来，就为了开箱这边，实际探访一下。第一任庄主自己盖的吗？对啊，自己盖超屌。然后在2018年11月的时候，这边发生过一次火灾。然后火灾之后，那个庄主因为年纪大了，他上面在煮饭啊，他不小心在骂火就上来。啊，煮饭的时候不小心点燃了那个火苗。对，然后第二任屋主来就把这边改建，对不对？然后就变成现在的那个老师啊。那个老师 ，OK 啊，那今天这部影片呢，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，好不好？我是卢哥，我是美徐，他是李若丑，好了 ，OK 啊，那谢谢各位，拜拜，拜拜。Check it up.